前播出的最新一集《Girls Planet 999》中，两组少女们以 BLACKPINK 的《How You Like It》作为 PK 曲。然而，在当天的比赛中，被誉为请下妹妹的参赛者沈申莹，第一句就抢拍唱错，影响了后面整体的表演。而除了抢拍失误以外，团内的成员周星宇还犯了致命的错误，在原本应该要面对舞台的地方背对舞台，让在他后方的金多娟手足无措。一连串明显的错误，导致他们在这轮比赛中落败。另外，导师们在这集节目的谈话也意外地引起网友们议论。由于金多娟在练习时受到导师们的肯定，让不少网友都认定她一定会入选为 Top 9。然而当天评选时，导师们却没有将她选入。后来公开原因时，导师却说：“我们是故意没有把多娟放进去 Top 9，因为觉得之后一定会进。”一番话让网友们气愤，表示就像是比赛后说你很棒，我下次再给你金牌，现在先给别人，真不愧是 Mnet 呢。